采一颗来试吃。要啊，还没有。袂使偷食，会使试食吼。现在大蝌蚪都在下面。林先生来示范一下怎么炒，采草莓，你看草莓这么漂亮，来，叔叔再给你试，来，拿起来，轻轻的，在地头上面打0.5公分一剪，然后轻轻的放下来。OK。Okay.